位於沙發市 Market 街嘅前 Westfield 購物中心，近年經歷咗多個知名品牌撤出，最近再有零售商撤出。温俊豪報導。計喺先前 LEGO 商店、斯尼瑪戲院、Nordstrom、A&F 子公司 Hollister 以及知名運動用品店 Adidas 搬出三藩市購物中心之後，喺今日加拿大時尚品牌 Ardo 鞋店亦都宣布將會喺1月21日撤出位於商場三樓嘅店鋪，而 Ardo 最近嘅另外一間分店就係位於 Stone Town 購物中心。根據上個月嘅評估，三藩市購物中心喺2016年去到2023年期間損失咗$9.1亿，業主 Westfield 同埋 Brookfield 去年以客流量同埋銷售量鋭減為由，將產業嘅控制權交翻俾貸款公司。26台記者尹俊豪報導。